他也是宝宝了，对对对，小弟弟好可爱哦。今天有带来现场，有带来，有太棒了，那十年有成呢，喂，做人成功，做人成功，而且身材越来越好，而且还瘦了，对啊，就是有努力，有努力，一定要，妈妈还是要出来赚一下奶粉钱，来了，小弟弟来了，小弟弟来了，这么小就上节目了呢 ，OK， 哎呀，欢迎了哈，抱成那位是，是我经纪人，经纪人，哦，叫。没事，老公不在，老公不在，灯光比较昏暗，我灯光昏暗，我吓了一跳，啊，还这么小，换这么快啊，才出生就换，不太一样。